这才60发子弹，他拿个喷子。啊！我一秒点直接丢失了。啊！我他妈一秒点没在里面，视角拉不过来。哎，你这个疫苗点为什么会在墙上啊？我看了一眼弹幕，然后我就在靠！被脸上溜了。啊！拉视角拉不过来，我操！我是看了一眼那个，不是看了一眼左边那个啥，左边那个剩余人数，你知道吧？看了一眼左边剩余人数，然后看一，然后右边就突然出了一个出现人，我拉不过来了，这下就拉不过来了。这个就是镜头灵敏度了，这就属于镜头灵敏度太低了呀。镜头灵敏度，你再查一下呗。你跟开火、跟开枪又没不搭嘎。拉得太慢了。当你被66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你要把视角转过去。啊，那个时候不是他就在边上，就是你要是看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反打，可以打得过。对呀。惹人打不打？我有延迟啊。